3米高度插工人雲段禁區。有大約一層樓咁高嘅工作台跌落地面嘅41歲陳榮志頭部重創，尋日凌晨2點幾佢喺機場禁區入面嘅美食廣場爬上3米高嘅鐵架，負責遞鐵枝俾工友，點知上落地嗰陣跣腳，刀插落地送院搶救之後死亡。